我叫 Amy， 有了网络，我能轻松自理所有事。问路不需要，找男票不是问题，寻找完美大学我更不担心，因为我有司徒这个智囊团。司徒的搜索引擎有最全面的海外院校资源，了解完海外院校基本情况，我开始使用司徒的 DIY 工具。我先输入了留学目标、计划入学时间、学位和专业，接下来选择目的国，是纽约这样的大都市，还是新西兰的某个地区呢？我更爱大城市。接下来我填上了 GPA 等考试分数，然后学校学生总数。这也重要吗？当然，是社区庞大、资源丰富的学校，还是人数偏少、教学优质的学校？司徒要确保我能找到喜欢的读书环境。我还录入了留学预算。最后，我衡量了一下刚刚的选择，排好优先等级。这一步让我真正思考什么才是我想要的大学生活。司徒就这样轻松列出了匹配学校。之后我查看了所列学校的详细信息，比如学校提供的专业、标准化考试的分数要求以及月季费用等等。就这样，我终于在这个清单里找到了心仪的学校。接下来司徒帮我免费申请了这所学校。司徒图书馆也是个好帮手，收藏了院校申请、语言考试和专业等留学相关的信息。司徒还提供了线下专家团的信息，以备我不时之需。就这样，司徒助我开启了我人生最重要的旅程，迈向大学和无限未来。